Hello， 我是盖伊啊，这位呢是我的踢拳的格斗教练，进行式的馆长 Cam。大家好，没错，我要比赛了。没错，又要来了，又要来了吗？将在10月23号星期天，台北体育馆的一楼。那这次我报名的是铁笼搏击，就是我一直在练习的踢拳击。那其实我想很多观众应该都还不是很了解，像是拳击啊、踢拳，然后 MMA， 他们的技术上的差异在哪边？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运动项目，当然它有蛮多的技术是会互相涵盖。历史最悠久就是纯拳的一个运动，顾名思义，它就只能用拳击的拳锋的位置正面去做攻击，像一些锤啊或是扒的动作在拳击里面就不允许做使用。如果延伸到踢拳的部分，那就是我们增加的踢技，或者是有些比赛它会增加膝撞的一个技术动作。那他们在训练当中也会练纯拳，但是因为规则是允许用踢的，所以他们两个站的距离啊、攻击的射程，那要跟纯拳的完全不一样。最后如果说又到了技术更多、更复杂的这种 MMA， 那开放更多不一样的武术项目，像是脚力啊、柔道或者是巴西柔术那种压制在地面上的关节技，那就是更接近一对一的一个实战。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拳击手就是把拳练到极限了，然后我就直接去打踢拳。那我上场我就完全跟对手拼拳，这样子的话胜算当然还是有。如果对手在身体素质或是他对抗性没有办法拼得过你，或许在拳的方面还是可以压制对手，但是你也不可能完全不练习怎么去格挡踢击，或者是去预读对方要准备踢的动作。很多人是从拳击、空手道、跆拳道、泰拳等等，甚至有些散打或者是 MMA 的人也会去参加踢拳比赛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广纳各种不同的武术背景来挑战的一个舞台。好，现在我们手套戴起来了。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拳击跟踢拳，我们的距离控制、跟站架、跟打击节奏、跟一些技巧，可能会跟踢拳很不一样。那到底差在哪边？我们现在就来请 Campbell 哥帮我们示范一下。纯拳的部分，因为我们要可以拳套可以打到对方头和身体，你一定是需要在你跨一步可能可以触碰得到的射程。对，如果你在很远很远的距离，其实在这个距离做仰攻的动作，对方是不需要感觉到威胁性。所以你在吃到刚刚好这个边缘的阶段，两个人都等于反应时间可能0.2秒、0.3秒这么短的时间，你就可以碰触得到对手的话，这个就是拳击常常在这种很密降界之间的一个距离。在顶尖的那种纯拳的选手，一秒都3到4拳，就一个呼吸啊，是，就是3到4拳，一秒而已。因为纯拳还会穿拳击鞋，那拳击鞋会带给你在蹬地发力上更高的一个支撑力，跟我们常常在做这种赤脚啊，在地垫上做这种踢拳或者是 MMA 的这样训练会有点不太一样。穿的鞋子就像是帮你的双手再加了一层，就是推进器。拳击我就闪两个东西就好，就闪这两颗，我就闪这两颗。但是踢拳，我要看一堆有的没的东西，会一直飞过来，很难防。你看手哇，挡了手，来了脚，对。所以其实踢拳的协调性跟拳击，踢拳会比较多吗？比较多，更多纯拳要能够达到那样的水平。它能够发挥的协调性的步伐也不是那么单纯跟直接，纯拳有很多很细腻的切角度的动作，很细腻的闪躲的技术动作，那个你没有特别练，你可能只练踢拳那些动作你做不出来。所以不是说踢拳好像就是我练的更多东西好像更厉害，其实并不是，这两个不同的一个运动竞技。纯拳的这种摇闪、蹲闪跟脚步的移动，一些切角度的一些步伐动作，那个都是踢拳没办法做到。那可是反过来说，踢拳也有很多技术动作，纯拳可能没办法应对，怎么样去踢，怎么样去格挡，怎么样去用拳脚腿的脚动作去接拳，用拳的脚动作去接腿，你要转换平台跨项目去比赛，真的是蛮有挑战性的，而且对于一些已经有成绩的选手来说，更难放下这种就是，我已经拳击冠军，我干嘛去打踢拳？我已经踢拳冠军，干嘛去打 MMA？你说的很对，除非什么？除非这个对钱的部分，对吧？
大部分如果有这种跨界大赛，都是哇，那奖金是很哇，那个观众做到爆炸，就是什么什么的冠军去打，哇，另外一个项目的冠军，然后互相炒作。可是这个也都是金字塔最顶端的运动员才有办法做生意啊。那大部分的运动员他跨着打，很多时候是因为比赛平台没有那么多。比如说我今天虽然练踢拳，可是我可能也要去打泰拳比赛，也可能要打比如说散打比赛，也有可能，就是他希望更多的磨练。那调整一下比赛的节奏跟训练的节奏，或许也可以参加一些比较相类似的规则下的一些竞赛。那想问一下 Cam 哥，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打踢拳，有没有什么很万用的招式，就是超级好用的？那这个连击是基本上每一次使用出来都可以有不错的效果。应该说某些 combo 是每个人都会用，那就看谁时机掌握的好，然后谁的招式的这种发动的预兆比对方小，比较基本的一些连招都是做一个对角性的一个连招。这个泰拳也很多，就是左拳接右脚，好，右拳结束之后接左脚，这个就是对角性的一个打击。这个是因为你收拳，收右拳，因为是左脚身体旋转，会增加一个收拳力量，会传送到左脚。那我左拳打完，我接右脚，这也是要收左拳的力量传送到右脚的肌肌。这种就是非常基本，可是却是每一个最基础的人都要用，一直到很高水平的选手，也都会一直在使用这些技术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如果像一般民众或是有在拳馆练下的，他想要打比赛，打像这种 WOTT 的这个配对赛，那其实基本上他要需要练多久？这个运动普及化，其实也是开始会办很多这种交流赛、配对赛，就像我们 WOTT 一样，就是会找各武馆。训练时间比较接近，然后教练觉得说那差不多可以开始入门参赛，这种初阶的赛事也很多，可能也差不多半年左右。你至少进攻、防守、移动、体能的这个应对，可以达到一个可以站在擂台里面来打完一场比赛的一个标准。你要能够挑选适合你自己强度的赛事。那 WTT 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我在做铁笼 MMA 的赛事，那我觉得台湾的搏击运动员很多，然后也很优秀，然后我们舞台又相对算是曝光度稍微高一点，那也很值得这些踢拳的运动员来挑战来参与我，所以我就是把 K-boxing 的赛事放到我们的铁笼里面，一样做一个配对制度的一个赛程来呈现给观众。大家在看 MMA 看了三四场，看一下铁笼搏击，又看 MMA 那个节奏不一样，对你的视觉，对我们比赛的这个观赏的一个感受度，因为节奏会有一些变化，就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秀。我大家有注意到，就是其实后面一直有一位 Romy 坐在后面，造型很像以前日本武士的这个浪人。哦，讲到 MMA 就不得不提一下我们 MMA 的高手峰哥。喂，我们手套不知不觉已经换上，这就是 MMA 的手套吗？对，是综合格斗手套。这个很硬哎，这个跟一般拳套差很多哎。基本上手套的重量本身差不多只有四盎司，那一般拳击手套比赛的话大约是十盎司，所以只有40%的重量。那握进去的时候，你拳头的因为就是拳锋的位置打击进去，会传达更多你这种身体骨骼的一个强度进去。所以 MMA 比赛会发生很多这种流血啊，或者是因为就比较像硬物的撞击。那拳击比赛比较多 KO， 是因为它是像一颗很大的一个大棉球撞进去的时候，会制造你那个头大脑在头壳里面 shake 的这种脑震荡的状况。所以这两个项目比赛都相对应用的手段不太一样。像我自己是完全没有练过柔术，就完全没有打过 MMA 这些。我想试看看，就是你的一些。手技啊，手技，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凭我自身的训练看能不能增强爆发力是。好像峰哥现在是一个很劣势的状况，可能被盖一棒重拳击倒过了，棒。但是峰哥在下位可以做一些柔术的基本动作来做控制对手，把对方关在自己的防御当中，马上做一个翻转的一个动作。盖一这时候希望可以做一些。算是 bridge 的一个脱逃，把双脚踩在地上，往侧面做一个顶翻的一个动作。小心你的背后会被峰哥控制住哦。那 MMA 呢，地面上也可以持续做地板打击拳的动作，对地面打击之外呢，还可以做关节技。哇，这时候峰哥抓到一个腕十字攻击哦，
再回到坐山式去做拳的地板拳的一个进攻。对 ，OK， 这时候也发现有一些小小躲藏的一个机会，把身体贴得非常紧。对，好，这时候要做翻转，但是回到了风格 cross guard 当中会有点风险的是，他的手部的动作可能稍微会被风格的腿锁住。哇，好累！做一个三角锁的招式吗？哦哦，快要成型了哦 ，arm bar 又是一碗十字攻击，不行的话就要开包。好，这个手肘已经有一点点快拉直了。好，再一反手，哇，做一个 dog fight 的一个勒紧的技术不够，这个把位看起来是比较无效的一个把位。哇，尼昂杯压制在一个膝上身体的肚子的一个位置，回到一个坐山式连续的地板拳，如果再怎么格斗比赛，这样被连续敲十几下，可能裁判就要准备介入比赛。哇，有点喘哎！如果力技见长的选手一旦到地面上起来之后，软了。缠斗型的选手跟那种打击型的选手，他的肌力的收缩的方向都完全不一样，所以。顶尖的 MMA 选手就是他收缩力量也很好，可是他弹射力量就是很难达成。那峰哥，当时我看了很多像十字固定、十字锁，那个是真的很难解开的吗？一旦成型，如果你关节一旦成型，其实那你让我成型一下，我感受一下。如果说到这边的时候，如果一般人我打他，他可能会双手抓住，当双手抓住的时候，这时候其实。还有救，还蛮有救。可是，一旦被啪打开，甚至到这个时候，裁判就随时要注意了，因为他手已经打直了。这时候你也知道这个杠杆原理，其实他已经很危险。那这个碰的时候就要 tap 一下，我先坐一下。好 ，tap 一下。哦，然后啊，你要 tap 一下，还没，现在还在紧。我感受一下，这样要，也很紧就行。哇、哦、，OK。这完全没办法那个。如果说当你到这边，那你再挣扎看看。而且很容易用力挣扎，如果不对的话，就受伤。哇，这个锁一旦成型都很难，三角锁、这个成型，这个完全逃不了哎。我看很多被锁到，就是整个都已经反折，然后都卡住了，他还在那边硬盯的。其实我业余赛希望大家回去能够继续上班，如果你连打字死都不关心，裁判是有权拒绝。其实没有到这么样高水平的赛事的时候，裁判的执法的标准也会有所调整。对，这是保护我们参赛的运动员的最第一步的门槛，就是场上裁判要知道选手的程度，然后给予相对应的执法标准。如果两个人都非常强，比赛奖金超高，哇，他这时候如果他的话还没投降，裁判就介入比赛，哇，他起来一定是哇，他起来一定超生气，然后他可以有哇200万个 fans， 然后就把裁判抽干。所以基本上越高水平，然后奖金越高，等级越强的裁判执法标准就会给予选手更多的空间，跟或许他可以再 recover 回来，或者是他可以逆转战局，这都是有可能。好了，最后呢，就欢迎大家当天来看我比赛喽。这是 WOTD 所举办的体能搏击跟 MMA， 那当天呢，峰哥你有比吗？有啦，有，哇塞。哇，要跟峰哥打的这个，我也会，应该也是很强，哦，也是一个，应该也是一个高手，也是一个高手。目前物色的一个对象，有可能是一个柔术黑带。对对对，没关系，峰哥，十字固定，十字固定，脚紧，脚紧，我感觉手痛痛。好，脖子痛，没关系，峰哥，你的战力技，可能相对来说有优势，如果对方确实柔术。也可能是在台湾也是算蛮有名的一位选手哦，非常期待，那就欢迎大家当天一起来看我跟峰哥，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选手他们的比赛，那我们就下次见，10月23号见，拜拜，拜拜。